我从大师兄的柜子里面找到这个盒子，里面一定装了很多的宝物。可是大师兄说里面没有装什么东西耶。可是这个盒子这么漂亮，我才不相信嘞。嘻嘻嘻，我就要看看大师兄藏了什么宝物。嘻嘻嘻，各位观众，来看我这边呢。我要打开大师兄的盒子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盒子，里面已经装了很多的宝贝。我现在就要打开它，我要公开这个秘密。嘻嘻嘻嘻，准备，一、二，砰！啊！好笑，乌瓜，你真的很容易被吓到哎。哦哟，小兰姐姐，你真的很讨厌呢，吓死我了，你坏坏。我只是看到你又在这里玩，就想说跟你开玩笑嘛，谁知道你这么容易被吓到啊。哦哟，我又不是在玩，我在看大师兄的秘密啦。啊，大师兄的秘密是什么啊？呵呵呵，你看，啊，这是什么啊？是大师兄藏宝物的盒子，我偷偷拿出来的哦。大师兄还想骗我说里面没有东西，哼哼，我才不会被骗哎，里面一定有秘密，大师兄才不告诉我，所以才会骗我说里面没有东西。呵呵，我才不相信哎，我现在就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小安姐姐，你要不要一起看啊？五瓜，你没有告诉大师兄就偷偷拿出来，这样好吗？万一里面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或是大师兄不想给别人看到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啊？要是被他知道你偷看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啦。五瓜，我觉得你还是赶快放回去比较好哦。哎呀，大师兄这么爱我，他不会生气的啦。而且我只是偷偷看一下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没有人会知道啊，大师兄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嘿嘿，五瓜，你这样不太好哦，万一这是潘朵拉的盒子，你就糟糕了。啊，潘朵拉是谁啊？是哆啦 A 梦的朋友吗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潘朵拉的盒子是一个英国的故事哦，很可怕的。故事，我要听故事，哇，什么事情让悟光笑得这么开心呢？师父，小恩姐姐要讲故事给我听哦。那个，潘多拉的故事。哎呦，是潘朵拉的盒子啦。那是一个神话故事。宙斯送给潘朵拉一个神秘的盒子，可是却要求潘朵拉不可以打开。但是潘朵拉却敌不过自己的好奇心，所以呢，还是打开了。结果盒子里面装满了灾祸，灾祸就降临了人间。潘朵拉吓死了，赶快把盒子盖上。可是盒子里还有剩下最后一个希望，没有被放出去。这代表了，就算人的苦难一直降临，但是希望却不会消失。啊，好可怕的盒子哦！那个是坏盒子，我希望大师兄的这个是好盒子。五光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这个盒子里面除了装有不幸的事物之外，同时也装有幸福、友情、爱情等幸福的事物。所以潘朵拉在盖上盒子的时候才留住了希望。哎，小安姐姐，你觉得我们把大师兄的这个盒子打开怎么样？好呀，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想要打开哦。你这个好奇宝宝哎，好啊，你开啊，到时候出事了就不要找我。哦哟，不会啊，师父，小恩姐姐，你们要保护我哦，嘿嘿。你哟，真是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？只有这张纸条哎。好奇鬼悟光，你被骗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想要打开，还是我聪明，哈哈 哈！悟明大师兄，大师兄也真是的，太好笑了吧？悟光，你真的被骗了哎！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好奇怪哟，讨厌，真的没有东西嘞！啊，
哎呀，臭大师兄！你大师兄完全就是看中你好奇的心理。你呀、啊，这次真的是被他给整到了。啊，讨厌！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报仇。你要怎么报仇啊？你知道大师兄的弱点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哎呀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嘛？可恶的大师兄，这次就算你赢好了，我下一次一定会赢回来的。五卦，你真是的。不管是好奇心还是贪心，这种方式勾引敌人上当受骗，都是最容易的事情了。对啊，就像那个老锁匠的徒弟一样。哎哎，老锁匠骗徒弟哦，好坏的人哦，干嘛这样啊？哎呦，那是一个故事啦，是在说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老锁匠，他的技术是全国最好的，只可惜他年纪大啦，为了不让他的技术失传，老锁匠决定把他的技术传给一位徒弟。于是呢，他就挑了两位最聪明的徒弟，可是他又不知道该选哪一位，于是就决定要办一场考试。哦，我最讨厌考试了，如果世界上的考试全部都被我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话就好了。五光，你这个调皮小鬼，小心被老师打屁股。五光真是的。然后啊，这个考试就是要两个徒弟轮流去打开一样的保险柜，看谁花的时间最短，谁就是继承人。结果徒弟甲就非常轻松地打开了保险柜，可是徒弟乙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了。老锁匠又开始思考该选谁好呢？不分胜负，不分胜负，两个人都好厉害哦。嗯，这下子伤脑筋了，那老锁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老锁匠就问两个徒弟说，保险柜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徒弟甲就很兴奋地回答，里面全部都是钞票，好多好多100元哦。徒弟乙回答，您只叫我开锁，又没有问我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有看里面是什么啊。啊，那徒弟乙就输了。嗯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结果啊，老锁匠选徒弟乙当他的传人哦。为什么？我想老锁匠心里应该在想，人不管做什么都讲求一个信字，就是信用、信任，尤其是身为一个锁匠，更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要成为一名好的锁匠，就是要做到心中只有锁而没有其他的，否则心如果起了思念，就会萌生贪心。开锁当然是锁匠最擅长的事情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想要获取更多利益，最后一定会害人害己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是锁匠打不开的锁嘛。哦，好厉害哦，所以就没有锁匠进不去的地方哦。我知道悟光放食物的地方永远都是打开的哦。就是贪吃鬼。讨厌，小恩姐姐你很讨厌呢，这样说我。我们人有一把绝对不能打开的锁，就是贪欲的锁。贪、嗔、痴三毒会害我们的心，有贪欲的人就会追求更大更多的利益，就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，同时他自己也会因为贪欲而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。你们两个要记住，千万不可以打开三毒的锁然后犯下大错呀。是，师父。喂，听到没有，乌瓜？以后啊不要再好奇了。我知道了。
呦嘿嘿呦，嘿呦嘿呦嘿嘿呦，嘿呦嘿呦嘿嘿呦啊，嘿呦嘿呦嘿嘿呦。天天开心，法喜充满，让我们一起身体好，来运动。摆摆我的头来摆摆头，摆摆我的头来摆摆头，甩甩我的手来甩甩手，甩甩我的手来甩甩手，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，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，张开双手深呼吸。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，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，蹲蹲我的起来蹲一蹲，蹲蹲我的起来蹲一蹲，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，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，张开双手深呼吸。师父，那天吃完闪亮又甜蜜的绿茶和巧克力蛋糕，回家做完功课之后，我有再去回想师父您说的“有水就有月”的那首诗，哎。是真的又闪又甜蜜的。那个绿茶听说是王小丽她妈妈自己煮的，不会太甜，拿来配巧克力蛋糕吃刚刚好。师父年纪大，本来就不能吃太多甜的，可是王小丽她妈妈好客气，一直要师父尝尝看。悟光也在旁边嚷嚷，那师傅就吃吃看了，还真的蛮好吃的。所以师傅一直希望每个人不管年龄大小，都要能够不退转，保持学习和尝鲜的态度。做了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不做一定不会成功。当然了，也要尊重自己的身心状况。举例来说，有的人可能会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身体问题，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去尝试刺激的活动。就是说啊，我妈妈每次看到那种不好的新闻，都会说，这些人都不知道要珍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，真是有过阿弥陀佛的。阿弥陀佛真的是好忙碌啊，要顾着所有人的生命，所以他有无数亿个化身。而最简单的方式，就像那首诗说的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就可以映照明月。只要人有心，佛性就在心里，何处不在。台湾知名作家萧丽红曾经以此为书名，从生活中体现传统的习俗和亲情。在书中情节安排里，男女主角的通信中有句话是说，凤凰花在台南府才是凤凰花，杜鹃花也唯有栽在台北郡才能叫做杜鹃花。若是彼此意味相宜，则两者都不开花了。师父反而可以有不一样的解释哦。世上每一件事都是事在人为。很多人会来问师父，佛要怎么学，佛要怎么念。师父觉得很简单呐，就用眼睛看，嘴巴念就好了呀。师父，那是因为您出家很久了嘛，都已经相当熟悉啦，才会觉得简单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成高手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你们都会觉得佛法很难。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《金刚经》里告诉我们，只要把心安住了，人就不会迷失方向，也就能清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能有一个信仰，一个目标，依循着计划去做，做了不一定成功，没做一定不会成功。哦，师父，您说的信仰是指宗教信仰吗？这里师父会喜欢用两个方向去解释。台湾的宗教信仰多元，只要是劝人向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都是好的信仰，可以去亲近。有的时候，当自己心绪不宁时，可以依照自己的信仰，向无形的力量求助，会得到精神上的慰藉。人有目标，有想法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脚步就不会纷乱，按着计划去做，慢慢修正，也许最终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但是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，有所成长。生活如此，工作如此，学校如此，感情也是如此。哎呀，师父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好像都跟您聊到感情的问题哈。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把师父当作朋友，师父觉得很高兴呢。曾经有一位先生拿着一位女孩子的相片给我看，这位先生跟师父说，相片里的女生是他的女朋友，他很喜欢她，想跟她结婚，所以他来问师父这个女生好不好。师父一看，这相片拍得真好，真漂亮，所以师父就点头说好，这位先生就很欢喜地离开了。啊，能够得到师父的认同，这位先生一定很高兴。那倒没有什么，他问师父这张相片拍得怎么样，师父就说，好啊，拍得很好啊。不过很久以后，这位先生又来找师父，满脸的不开心。他跟师父说，当初是因为师父说好，他才会跟他女朋友结婚，可是现在他已经和他的太太分开了。啊，是哦，为什么啊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再说师父只是学佛的，并不是学命理看相的。那位先生拿着相片来问我，这相片拍得好看吗？师父虽然不是学美术，也不是学摄影的，但是人长得漂亮，光线又好，整个画面结构清楚又漂亮，就算不是专业的也看得出来，这张相片拍得很好看呢。师父，人家是在问您那个女生看起来怎么样啦，而不是在问您那相片拍得怎么样。哎呀，师父怎么会知道呢？师父那时候看到相片，心里还在想说，哦，现在还有人会随身带着相片呢，你们不是都存在手机里吗？其实佛法会说一切空无，多少是有道理在的。外在是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，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貌美，是不是可以从时间的洪流中去攫取智慧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如存在我们心里的佛性，走到哪里都不该被泯灭。你想想，学佛怎么会困难？佛法怎样会深奥？
要开口骂人的时候，只要想到骂人的话一出口，自己的嘴巴也不会有香气。要行动之前，先思考一下，这个行动会不会伤害到别人，让人有不愉快的感觉。凡事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，不也是体现佛法的一种？心要怎么安，要往哪里去，佛法都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。嗨，师父。嗨，小安姐姐。Hello， 吴光。小安姐姐，我跟你说，这几天我有跟着大师兄敲钟打鼓哦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种早上要叫大家起床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去敲钟啊。啊，真不简单哎，吴光，你还爬得起来哦？前一阵子让吴光想到，说什么想学学看。我就请他大师兄利用周六和周日的起床时间去把悟光挖起来。悟光倒也有心，他大师兄一叫他，他就马上起床，不拖泥带水。可见呐，只要有心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哈，真的吗？那悟光，我要给你一个赞。不过啊，在第一堂上课的时候，悟光就一直钓鱼打瞌睡了。嘿嘿嘿，破功了哈。嘿嘿，我就太早起床了。嘿嘿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诗里的张继听到寒山寺悠扬的钟声，就再也没有入眠。清晨的钟声有开镜的作用，提醒大家时光易逝，要好好把握，不要浪费。一般来说，在叩钟前都会默诵，或是直接念出声音三遍叩钟偈：愿此钟声超法界，帖为幽暗悉皆闻，闻尘清净正圆通，一切众生成正觉。总共叩钟108下。哎，师父，为什么要敲108下呢？很好的问题。佛说，人的烦恼有很多，大约有108种，而这敲钟的时候，必须不快不慢，一声一声地敲。在佛祖统计中有提到，人的生命将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如果可以听到钟声，就可以去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，而心生欢喜心，有利于灵体归往正道。另外，世尊在《增一阿含经》里也有说道，当饭钟叩响时，在三途恶道中受苦的众生都得以停止痛苦热闹的逼迫，暂时获得解脱休息。你们想想，每一下的钟声都是一次的光明，都是一下的清凉。啊，所以这敲钟真的很重要哎。哦，还好我都没有随便乱敲。我想你大师兄也不会让你乱敲钟。很多人或许会觉得佛门的仪轨很复杂，如果去探究其因，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其含义。用心去想，用心去体会，就好像你们求知识做学问一样，知了其一就会知其二，如此一来就不会觉得读书很辛苦了。悟光他大师兄又跟师父说，其实悟光学敲钟学得很好的。小安姐姐，你家听得到钟声吗？嗯，还好哎，可以听到一点点哦。嗯，那我要敲的那一天我再跟你说，你听听看。好啊，
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打瞌睡。烦恼犹如杂草声。